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。但是八三幺跟金曲的关系就像脱水一样难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在我心中已经是最佳歌曲。我觉得演唱会的气氛比较活泼，比起来的话没有主持那么紧张。但是刚刚升降台一起来的时候，看到现场这么多人，跟彩排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。对，跟彩排的时候都是空的。对，所以刚刚升上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大家有点，早知道就喝两杯。没有喝。没有没有，有点后悔。还是我们现在请人送上来。好。邀请嘉燕来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们想要让嘉燕表演不一样一点的歌曲，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嘉燕。好。我们这首歌叫做《可大可不》。现场的朋友，手机给我。